是如烟去，谁输谁赢都不重要。周良，我当你是势均力敌的对手，你让我成为一个笑话。什么意思？你是那个过去这么久，你相当这个话没有听到，行吗？不行，我要和你再比一场，堂堂正正再比一场。那你是我们跟我再跟你比一场，你应该心里清楚。你既然都听强者也听到了，如今这个毒已经进入了我的骨髓，那里也只有一成。要不然你看看新的结果吧。那个伏毒三圣挺都挺厉害的，你去找阿米吧。我弟被身死时只有一个对手，就是李相爷。此生只有一愿，就是赢他。那对不住，那个帮不了你。现如今你就是天下第一。我狄飞升何须你承认，不过就是一场。